Hello my fellow YouTubers, I'm Yuri here and welcome back to another gameplay of Far Cry 5. And today, not going to do any story mission, I'm going to do this side mission. This is what? Spray and pray, something. Okay,转 language. Okay, 换成华语了。今天我来录这一个 side mission spray and pray 今天我的 partner in crime 没有的进来 因为我们打算自己一个人玩 因为两个人玩的话是 有一点难啦 所以 不过他还是有在 来介绍一下 我是小林 Hello 我今天只是一个嘉宾吧，没有什么啊 因为如果我们两个玩，我们是那之前 test 过了两个人玩，哇，有一点难，一个死灭就一个太慢，一个灭就一个刀反，会一直撞来撞去。then boom， then 我的飞机又另外一边了，哎，怎么变？所以太远的话，时间又更加快，所以就一个一个玩啦。所以我开始先咯。 哦，The Eagle，不要浪费时间，我们要来飞机挑战这个，不要浪费时间。你过完这个就可以拿到这种飞机吗？OK啦。 可以啦，可以拿到，来咯，来咯，希望可以 one shot go through 啦。要讲来一句，cannot bad don't bad to watch 不要 watch。第十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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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哎，哒哒哒哒，过来。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嘻嘻嘻，有点斜。好。可以啦，还有像多秒，阿茂。哦。慢慢来，不要赶紧。接下来应该蛮危险的，小心就好。 慢慢，哦，哎，哎，哎，弯，好彩呀，很美很美很美，接下来就比较简单了。哦，你歪了歪了歪了，所以弯那一棵树。 要撞到那棵树就可以了，很美。所以我在 concentrate， 我没有出声。Ashton 在帮我出声。哎呦，来。哇，好彩好彩。OK，加油。应该还有5个圈左右，5、6个左右。加油。哎呦，我可以的，我可以的。可以，来得及。 后尾就比较简单了，因为它是直直过去的，没有弯来弯去。哦，还有大概3个圈左右。哦，还有2个圈要到了，要到了。前面到了。哇哇，过了！耶嘿，耶嘿，耶嘿，耶嘿。 他们讲么话？呼啊！呼啊！呼呀！呼啊！没什么啦，呼啊！终于过了。Yes。Spray and pray completed。终于了。哦，拿到这 stars and stripes unlocked。飞机地方叫这种飞机出来。来。
飞去哪里呢？有飞机的地方啊。还是我直接飞去那一个？啊，这边可以啊，下面啊这边。OK，我们来飞去 Ryan and Sons Aviation 来看这个。然后叫这样飞机。Airplane，终于过关了，呜呼！Yep。飞机的 mission 我是有一点怕要玩。 我家飞机也是乱来的，刚装起来我就你就看到我跟我飞下你哦，在哪里？转一圈，这周围我转一圈，嘿嘿，跑，我们来去 shop， 来飞机，刚才的飞机，停。 哪国旗的？对呀，是这个。我们加出来。呜。其实它跟刚才那个黄色的没有什么分别。哦，什么细胞子？咻。啊，管它。哇，没有什么分别，就这样子吧。是咯，只是真的是 spray and spray paint 而已，这个。啊，是的。它 spray 了，然后 我们 pray 而已，可以过关。 他的意思，他的 mission 就是 spray and pray，OK 啦。所以我的 mission 也是过关了。OK 啦，我们就到这里了，给你们再欣赏一下这个飞机。我做我的 ending 在这里。Yeah, thanks for watching. Don't forget to like, share, subscribe, and comment. And I'll see you guys in the next video mission. 嘿嘿，来我们的。 我们的啊 guest of honor， 呀，不用紧啦，拜拜啦，OK 啦，拜拜。